有时候会不会希望呈现的方式啊都不要消失，只是颜色变浅，只要把真正的重点凸显出来，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呈现的方式，对不对？我们先讲另外一件事情，刚刚先讲筛选嘛，这张资料表可以这样筛选，对不对？那请问一下，另外每一张资料表都可以相同的筛选方式啊，举例来说，我能不能看一下就是热季热月，或者是我能不能单独想看我要看的那个县市，对不对？有可能是这样子来做筛选。举例来说，我这张资料表我如果单独想要看台北市，那它的一个各年热季热月的表现，所以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把它当作是筛选条件，对不对？也可以啊。好，来，那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时候它可能要稍微高一点，因为这张图等一下我准备要画那个地图啊，地图好了，各位在这边，因为我已经把它设定筛选，那这边假设我想要看桃园市，我是不是就只要点桃园市，有看到吗？整个上面的图表是不是马上直接改变？你们觉得这样子设计可以理解互动式报表了吗？可以哦，这一下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好了，那接下来，所以每一张仪表板可以彼此互相控制联动。那请问一下，如果我今天我想看第三季，因为单独我直接切各年的第三季的各县市的表现，有可能要这样看吗？好，我先取消各县市的筛选，所以我就再点一下桃园市。好，现在全部都回来了，对不对？假设我想要看资料，我是要去看说那个一年四季啊，第三季、第四季它是旺季，那我能不能来去看，是不是说第三季、第四季它在各县市各年的表现，也就是最多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依照各县市确诊人数当作是筛选？那怎么做到这件事？就是在这个地方设下这个筛选键。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看，请把第四个资料表这个筛选都点起来，因为谁知道你的主管他要怎么看这件事？你会知道你的主管要怎么看这件事吗？不晓得嘛，对不对？所以你都设定好，方便他来去任意点。任意来去看，而且他有没有可能会增加他的一个灵感？假设我今天，我想要控制，我想要知道那个，疫情期间就是各县市的一个七月到十二月，那台南市跟高雄市这边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他是不是非常点台南市？你要知道这边刚好像是因为网络的关系，好，你看台南市。好，这边呈现说这个第三季是高于第四季，高雄市呢是不是呈现是第四季高于第三季，是不是就有差别？好，那当然嘛，当然有可能你会点的是台北市吧，台北市。好，那以上这个仪表板在这边我要讲一下哦，台北市你看第三季跟第四季，然后这边有看到吗？确定病例数，好，其实是蛮少的，就是从201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样子的比较，好，去知道说那个它的一个差异性。反正台北市其实没什么好看的了，要看登革热这件事，就是要看南部就对了。好，那所以其实你会看台南，所以就点一下台南市。好，台南市物件，然后就是针对那个所有的那物件，可是这边是有那个版面配置，就在这边，就是。刚刚仪表板的右边有一个版面配置，然后看说你这边要怎么样去设定，然后这边是不是有边界，好，例如说边界我都全部都设为黑色，然后稍微粗一点，然后这样就这个就有边界，然后这一个然后一样设定边界，可以吗？这边是详细的一个配置啦，就是边界在这里，上面这一张边界。好了，那以上就是说你再这样来去看。
这样感觉会比较会让别人感觉会比较好，就是有那个氛围的感觉。好，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控制。这个刚刚我们在仪表板这边选，然后版面配置，可以吗？就可以找到边界。刚刚这个仪表板我们做到这个地方，我想在这个仪表板刚刚这边，刚这一张，我后面我再加一个，再加一个大数据分析也常用的图。好，来，滑鼠右键，而且很快就讲完，大概三分钟就讲完了。滑鼠右键，请点这个各月县市确诊人数，就是你刚刚做的仪表板的前一张，滑鼠右键，然后在这个地方请点新增工作表。因为我做的还是跟各县市确诊人数有关系的图，这个几秒钟之内你就做完了，而且很绝对可以做视觉化的比较。首先我是不是要去画出来各县市登革热确诊人数，所以这边各县市这个感染县市快速点两下，就是第一个各县市感染县市快速点两下，第二个就是确定病例数，然后接下来请选这张图，这是我们大数据经常用到的图。这个好处是什么？你一看就知道谁圈圈大，对不对？意思就是圈圈越大，登革热确诊人数越多，对不对？很直观，对吧？那我说你要加持续进去，那很简单啊，我是不是就把这边发病日快速点两下，发病日不是发病日，是感染日，对不起，它就是发病日。好，你看这就是大数据分析，对吧？这是不是就是大数据分析？是的。首先我把这个视窗改成整个检视。好，所以就是说所谓大数据分析的话，就是我这边我可以很清楚的一目了然去告诉别人这个数据背后它的那个现象是什么，而且你要把那个变化过程讲出来，然后重点是你把这样子的内容不用去报告给对方听，他都可以直观的去了解你要说的内容，所以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重点。